大家好，我是车手杨永杰。大家好，我是车手文博。这一次我们的车终于相遇了啊！杰哥，我现在带着我的 HR 就在你面前，就问你慌不慌？我从来没有慌过，明天等着输，走着瞧啊！经历了一个月的风风雨雨，各种困难，我们现在所有参赛选手到达珠海，明天的零四挑战赛，我们会用直播的方式呈现给观众。抖音。TTRS 赢了，一会儿这把两个都比较嗨，我靠，这是赢了，对。又赢了。